的嘛。有啊，搅在一起可以这样吃的嘛。哈利路亚。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会做什么呢？你们看到标题就知道。对，没错，我们会做二十小时只能吃 TikTok。嗯Notification， 关掉你电话。今天我们会做二十小时只能吃 TikTok Food Hacks 爆红吃法的食物，这也算是挑战三餐只能吃 TikTok 爆红吃法的食物。今天我会做这个挑战，是因为马来西亚疫情再度爆发，新病例总是日日创高。那每一次行动管制令期间，谁最辛苦嘞？当然是我们的妈妈咯，每天都要煮，又要想我们三餐吃什么，真是很伤脑筋。所以我今天要做这个挑战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让他好好休息一天，一般也是吃腻了啦。爽了吗？嗯，爽啊，当然。看，看那个脸。在我还没有开始这个挑战之前呢，还没有订阅的你们记得帮我订阅哦。嗯，谢谢。现在是早上8:38，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早餐会吃什么。想到都饿了，快点看字幕。鸡蛋。哟，很好吃的。好吃吗？吃的嘛，哎，这个现在哦是日本爆红吃法嘞，好吃咩？你去猜猜看，你不是懂咯？看起来很恶心这样。OK， 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去煮早餐 ，Let's go。锅，水，早餐煮好了，嗯 ，OK， 我现在就来试这个 TikTok 爆红吃法的拉面到底好不好吃。先试一下这个汤的味道，很好喝嘞，这个汤有点浓，很香。有很浓的米烧味，又有很香的鸡蛋味。Okay， 我现在去试那个面，好吃吗？面 ？OK 啦，外面的还比较好吃，这个妈妈得不了。其实呢，你用什么面来煮都可以的。我们是特地买一个日本拉面，看那个口感会不会好一点，收收啦。哦，还有啊，这个汤底没有好像外面我们常吃的那种猪骨熬出来的味道。但是能在家自己煮到这样子的拉面已经很不错了。其实哦，这个吃法你不用特地买一个日本拉面回来来煮，你可以用什么普遍的 Maggi 面啊，或者是你家什么面都可以的。哎呀，反正都是 MCO， 你们可以在家自己煮煮看。如果好吃的话，记得留言告诉我什么牌子 ，OK？ 耶、yeah ，我们今天挑战的第一餐已经完成了，我们午餐见。3 hours later， 好，现在是12:13，已经到了午餐时间。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爆红吃法是什么。又在用方便面，他要做什么？又用生鸡蛋，我等一下吃到腻了。哟，搅在一起。哟，哦，比刚才那个跟刚才那个不同，还来煎。
不用来，没有用来煮，还拿来煎。它做什么？方便面煎饼，好不好吃咧？我们现在来试。沙达，搞定！哇，哇，很漂亮哦！哇哦，我们现在来试 ，Let's go！ 哇塞，好像蛋，哇，好像不错，是不？嗯，哇 ，OK， 我切。切都有 ASMR 声音，切到脆圆一滴。OK， 我们现在就来揭晓到底这个米沙拉煎饼好不好吃。我，披萨？好像披萨这样哦。嗯。好吃啊！很好吃。刚才那个拉面好吃还是这个好吃？这个好吃多了哦。为什么好吃？什么味道？很重的 miso 的味，哎，很浓的 miso 的味，哎，又掺那个鸡蛋味，真的是好吃到。来，我也试一片啊。好好吃？嗯，我觉得好吃，但是哦，我觉得不够味耶。不够味吗？不够味，还是很脆。好吃吗？那个。很脆啊。你觉得那个调味料还可以再放多一点，就更好吃。放多点就要放两包哦，就一包半吧。嗯，对啊，对啊，对啊。那喜欢重口味的朋友哎，你们可以放多一包调味料，或者放一点姜青，那味道会更好。OK， 就你觉得这个跟之前那个比有什么不同？如果跟那个拉面比啊，这个有给到我一点经验啊。看看里面 ，missed up 啦。我本身觉得这个爆红吃法 good， 我建议你们在家自己试。真的是很好吃。好，今天挑战的早餐和午餐完成了，我们晚餐见。One eternity later. OK， 现在是5:34，也就是说晚餐的时间要到了。我们现在来看还有什么爆红的吃法。McDonald's， 你最喜欢的咯。Yes， 还放薯条 ，McChicken Nugget。没有，加 tomato sauce， 有，可以这样吃的吗？可以。这样，又这样好吃，又这样恶心，这样。买来吃，你不是懂咯 ？OK， 我们现在就买一句，晚餐肯定少不了甜品的嘛。我们现在来看到底还有什么爆红吃法的甜品。想到甜饼就想到 ice cream， 想到 ice cream 就想要流口水啊，就还要炊烟三尺。又是这样子弄碎它的喂。好像很好吃这样哦。Apple pie 加那个 ice cream 啊 ，McFlurry 啊，啊 McFlurry， 看起来好像很好吃这样哦，我觉得。哎，现在不是有那个 Boba McFlurry 珍珠奶茶 McFlurry 吗？嗯，那我们就 try 那个啦。Yeah， 但是哦，因为疫情关系，我不可以跟爸爸一起出去买，所以拜托爸爸帮我去买。哎 ，OK， 我们等下见 ，See you later。OK， McDonald 买好了，我们的挑战继续。薯条，还有那个，
OK， 还是把那个 fries 倒进去那个盒子。诶，好像一包都够了。OK， 拿的。啊，下一盒。哇，这个步骤放 tomato 还有 mayonnaise。OK， 这样子是可以的。可以过来。好玩的时刻来了。要。这个像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像哦 ，French fries 跟 nugget 的 salad。哦，是哦，还是那种 salad sauce。哟，你看黏黏的。OK， 我们现在来试，到底这个爆红吃法好不好吃？好吃吗？很怪耶。很怪啊？为什么？我们没有你说 double pay 耶。好吃啊。好吃啊。我觉得好吃啊！我觉得好吃哦。我觉得怪怪呀，因为我不常吃mayonnaise。好像 salad 酱啊。好像 salad 酱啦。我真的不喜欢那种 salad mayonnaise 的味道啊！啊，爸爸你来试一下 fries， 还没有试 nugget， 我试一下 fries 啊。OK， 不错哎，我觉得不错啦。因为可能我喜欢 mayonnaise 的。如果你们也喜欢 mayonnaise 啊，你们可以 try 一下这样子的吃法啦。OK， 我试一下。OK， 你试那个先。nugget。OK， 我也试一下这个哪个。你觉得哪个比较好吃哦 ？OK， 我觉得啊，这个哪个哦比较配这个美油，还有这个 ketchup。哎，这个配辣椒酱怎样呢？也是 OK 啦。也是 OK 的啦，配辣椒酱会更好吃啦。因为如果你喜欢辣椒酱，就更好吃啦。OK， 所以我觉得这个吃法，OK 啦，还好啦。下一个 McFlurry 加 Apple Pie， 接着我拿 Apple Pie 出来。哇！去拿 McFlurry， 回来。哎呦，你看那个 McFlurry， 哦呦。OK， 现在你就要 crush 这个 apple pie 进去 McFlurry， 哇，你们看。来来来，这个珍珠奶茶的 McFlurry ice cream， Oh my god， 完大这个。OK， ready？ Go。这样子，放进去，拿那个 spoon 这样子 crush 啊。crush 在里面。哎呦。可以啊，哎呦，可以 ，OK， 可以啊 ，McFlurry 加那个 apple pie 给我试，怎么样？喂，很好吃哎，这个就是这 apple pie 加上那个 McFlurry， 但是我 taste 不到 boba 味道嘞。boba 味道是因为你没有吃到珍珠吗？哦，去找珍珠呗。啊，你没有吃到珍珠吗？OK， 它的口感是不是又暖又脆？又很浓哦，那个椰糖很浓，又配上那个 apple pie 啊，脆脆的，脆脆的，很好吃。OK， 来宝宝 try。OK， 我来试一口。哇，我吃到珍珠，哇，那个古勒姆拉克的味道很香哎，是不是？嗯，然后那个珍珠又很 Q， 然后就很香那个奶茶味。This one good， 这个爆红吃法超级好吃，建议你们去试。耶、yeah, ！我们今天的挑战已经完成了。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包容吃法，想我下次做影片，记得留言告诉我。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还有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 ，peace。